脚底在后面背背的时候，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表情在哈，就是一种很得意的表情。对。早说晚一点讲哦，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讲。好，你太高处我好背一点。能看到吗？我高一点，你好背。可以。你的背再弯一点，你就不要晕倒了。接下来骑马，你知道吗？上马。不能这么挺，稍微自然一点。你别碰我，别碰我。工作重要吗？要是下次会早点去。拜拜了，拜拜。